大家好，这里是农村一家人，我是小娜。今天天气好，出来上地里砍点地菜，大家吃过吗？回去了让奶奶给我们蒸那个地菜菜馍吃。走吧，大家跟我去地里看看，让大家看看地菜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几个小朋友一起到地里，老挖这个吃。看，这个就是地菜。这还有一个小的，现在种小麦的时候，他们把地都给翻了一遍，地里的地菜少了点，都在基本上都在地头长着。咱们去看看我姑姑挖了多少了，走。你看这个地头上有一大片呢，这有这么大一个。你看这个就不是地菜，这个虽然跟那个地菜很像吧，但是这个不是。听奶奶说这个叫什么，和它长得很相似，但是这个不能吃，是一种草。不是，我还不认识。哟，就这么多。什么小着好吃，长老了就不好吃了。长大了都还开花了，开花了就不好吃了。这个地菜生命力真顽强，你看边上都是黄叶子什么杆杆之类的，它还能长出来。看我们在地里挖了十几分钟，就挖了这么多，差不多了，回去咱们让奶奶蒸菜馍去吧，走吧。